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敏雄熊哥。今天这一集的熊哥撞球教室有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一样要来介绍球，那第二个单元就是点将录。那今天第二个单元点将录，稍早我有讲过啊，我会依年龄啊往下这样排，就我的记忆了啊。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目前还有在球场打球年纪最大的这个业余的球友，他的外号叫王老爹，王冠霖，王老爹今年96岁。那有这个动漫啊，他的外号叫动漫啊，我们的球友说希望能够介绍夏慧凯，那当然没有问题，不过以夏慧凯年龄哦，要一天一集的话可能要一两个月后了啊，这个一定会介绍。那今天第一阶段是要讲另类的这个安全球的计分方式啊，特别感谢我们的球迷朋友啊，这个张云刚，云刚他提到一个方法，因为之前我是不是介绍过这个安全球开球之后都要做 safe， 成功的话拿掉，不管成不成功都要拿掉。好，我先来开球，再来说明云刚的意思。一样开球，哇，开球 9 ball in 啊，哎，最近怎么搞的？上次开一个 8 ball in， 10 ball in。好，一样，这个九号球要捡起来啊、哦。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说，这个一号球啊，如果说您技术不是很纯熟的话，即使没有掉到，是一个长距离 safe， 对方没办法直接进攻，就算得分。好，那云刚的意思是说，打一号球就是一分，二号球就是二分，五号球五分，七号球七分，九号球九分。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打一号球的时候，桌面上球最多。所以这个时候防守最简单，所以这个一号球是一分。假设现在八号球不见了，假设我现在打七号球，只有一个障碍球是九号球，所以七号球要算七分。但是注意哦，如果你没有成功，那个分数就要变成负分了，也就是我一号球没成功，我就变成负一而不是正一。那这个可以两个人一起打，就说我打第一颗球，云刚打第二颗球，然后我们一局完之后看谁分数高，谁赢了这一局。那也有一种方式就是哦，这一局都我打，然后我看我正负分是几分，然后下一局是云刚打，然后他一局打多少分，也可以这样玩法。所以他这个 idea 非常好啊。假设我现在我来先打啊一号球，我要做吊球啊，那我这个母球从这里来看看。啊，可能太轻了，可能掉不到了。好，那这样子我等于是没有掉到，那我就负一了啊。那球一定要一次机会啊，另类的 clean table。那现在换云刚打，那云刚打这个二号球啊，那比如说他打拉杆母球来这里，好，哦，他也没掉到，那云刚就负二了，以此类推啊。那有可能我三号成功了，那我就变成三加负一，我就是正二。那四号球云刚他成功的话，他就四加负二，那他也两分，所以变成四号打完我们两个都平手。我觉得这个 idea 这个想法非常好，哎，疫情过后大家不妨哦回到球场的时候可以练习看看啊，这是安全球另类 clean table 的升级版 2.0， 我觉得非常好。感谢张云刚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idea， 那在这边提供大家参考，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另外我刚刚有提到，在第二阶段我要介绍的是96岁的王老爹，他本名叫王冠霖。那北部的一些朋友啊，可能对王老爹应该不陌生啊。王老爹他是上海人。那他在这个民国38年1949年的时候，他上海的足球啊青年代表队，那时候跟台北啊那个足球要做一个交流啊，所以他们就一群人啊搭飞机啊到台湾啊到台北做交流。那这交流啊足球赛很多，所以一两个月的这个赛程还有访问啊观光的过程当中啊，
那大家应该知道1949年的时空有一些背景啊，产生了变化，他变成没办法回到上海。那他当时他讲给我听，他当时当然非常难过，没有办法看到兄弟姐妹啊，自己的父母亲。那但是他知道回不去了啊，然后就努力工作。那他也很幸运了，碰到一个他今生的挚爱，也就是王妈妈啊。他们结婚到现在好几十年了，王妈妈也在，也90几岁。然后他们生了5个孩子啊，都非常优秀。他有好几个孩子到美国留学，现在有几位也在美国结婚生子了啊。那都是这个人中之龙啊，人中之凤啊，所以他教育孩子非常成功。那王老爹因为爱撞球啊，那那时候要养一大家子，那那时候有一些美军顾问团啊，一些美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接触的人跟工作，那他非常努力的工作，那他外语也很 OK， 所以他就去那边啊，那他也因为撞球，然后他勤奋，那撞球也让他有一些就是交流上啊，或者是做一些工作啊，做一些小生意啊，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些，等于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桥梁啊，所以让他生活过得比较好，然后可以家里照顾得很好啊，5个孩子都教养得非常优秀，所以他说他这辈子非常热爱撞球。那王老爹这10-20年啊，他常看比赛啊，他是住北部啦，所以大部分台北大台北地区比赛他都会去看啊。那以前我们有一阵子哦，这个我们除了会送奖杯啊，另外还会奖状，我们撞球总会。那有时候这个比赛没有奖杯，只有奖状，因为选手希望有奖状，上面可以写什么杯赛啊，什么冠军亚军啊，他们觉得有那个名字啊。奖杯虽然很漂亮，但奖杯有的没有名字啊，哎，甘你丢是你的吗？啊，还是你去自己做一个，还是人家送你的啊？但是奖状他就很清楚了哦，某某人啊，譬如说老肥仔求胜杯冠军哦，他看得很清楚。啊，如果有王老爹在的话，我们都会请王老爹在上面帮我们写字，写选手的名字啊，他的毛笔字非常好。我在这一段介绍的时候会贴几个影片，小短片，一个是王老爹在这个9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打油诗啊，有关于撞球的，然后他送我，我把它挂在墙壁上。我刚刚有拍了一段小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王老爹的这个文笔啊，写得非常棒。那另外一个是6年前啊，我虽然待会贴的那影片哦，是2年前贴的，不过他是6年前在隔壁桌打了一个简单的技术球啊。那王老爹，我会贴在标题底下那个说明栏，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王老爹那个技术球。那另外我会再贴一个影片啊，接在我们这个影片后面。是王老爹在1个多月前，我们特别邀请他。他以前都住台北内湖，啊，那后来，他的女儿就接他跟王妈妈去中立，他现在住中立。那1个多月前，他女儿特别载他来台北。那我们另外有6个人跟他，总共7个人，就我们称为撞球7代虎。王老爹是第一代，96岁，我们讲虚岁。然后第二代是庄春策，我们的庄前会长，那第三代虎是罗爷，第四代是我，第五代是海董，第六代是大眼妹，第七代是美少女蔡佩君。我们有聚餐啊，拍了一些合照啊。那我常讲哦，这个撞球它6步1没有啊，各位可以想到看有没有7步，还有8步。我讲6步1没有就不受身材，不受年龄，不受性别，不受这个空间、时间，还有气候，譬如说昨天大暴雨，我在球场也可以很安然的打球，这叫6步，不受这些限制。一没有是什么？没有运动伤害。那我觉得撞球，我体会到撞球对现代人文明有很大的帮助。2个，一个就是现代人都有所谓的忧郁症啊，这个是已经变成好像这种几率蛮高的啊，
那生活的压力、工作压力、养家活口的压力啊，家家本难念难念的经的压力。那我觉得撞球它消费也不高，而且你一个人可以去，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去打撞球。那你就算到球场去，你不打球，像王老爹他现在也很少打球，但他到球场去跟大家谈天说地啊，看人家打球，他怎样，他就没有所谓的就是烦恼。当然王老爹年纪是大，他也没什么烦恼啊。那我们讲说比较年轻的啊，这个中壮年啊，那撞球是可以化解我们这个忧郁症。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年纪轻的，可能宅男哦，在家里都不出门，足不出户，其实对身心都不好。但是你到撞球场，哎，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舒压的功能，而且你可以流汗的开球顿杆用力啊，那也可以轻柔的杆法，而且你会去思考，那你会走动，那你在打球手这样捏哦，都有末梢神经都有按摩的作用，所以撞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休闲活动，可以一辈子在从事。那另外一个文明病是什么？我们只要是人一定会老，想当年我二三十岁啊也年轻啊，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也六十岁了，那你看汪老爹九十六岁了。那再来就是我认识的所有的海内外的一些老前辈，到现在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还有在打球，还有在球场走跳、活动进出的人，他们几乎所谓的老人痴呆症的比例非常的低。像我老爹，他是如数家珍的选手，谁啊？国内外选手哪一场比赛什么，他都完全啊，这个可以跟你。这个应对如流，我们年轻人有时候记忆力都没他好。那所以撞球对老人痴呆症这一部分的所谓的预防，甚至他还会有机会可以返回去更年轻，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疫情过后真的是要常打撞球。那王老爹就是最好的例子，也是我们球界最好的榜样。年纪这么大，身手还是这么灵活，还可以到处跑。有时候他以前常常回上海去探亲，看看他的故乡，以前小时候走过的地方、玩过的地方、读过的学校，很厉害。而且有时候这个上海公开赛的时候，他也会去。那一些上海的一些老前辈也在讲，哇，这个王老爹啊，他讲的上海话，还有他讲的上海的故事啊，街道比他们还熟。你看，这就是撞球。所以，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打打撞球，让自己得到纾解，然后纾压，然后可以认识一些朋友，是非常好的一个一辈子可以从事的运动。好，今天的熊哥撞球教室，在影片后面会有接两个小，我会剪接啊，两个小短片。那另外在这个标题有说明底下啊，这个你们可以点进去，是我两年前 po 的，但是王老爹是六年前，他九十岁在隔壁桌打了一个简单的技术球啊，那个影片，那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好，今天非常再次感谢我们的云刚张云刚提供了非常好的安全球的计分方式升级版 2.0， 然后我们的王老爹，今天我们的名人96岁，第一代虎。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熊哥撞球教室。疫情真的是紧绷，那大家千万保重，再保重。这一集的熊哥撞球教室点将录，将要介绍目前台湾年纪最长的这个业余选手，今年96岁，王冠霖，王老爹。那他在六年前啊，这个赠送了一个打油诗啊，他当时90岁啊。那写了这个打油诗啊，这是他的毛笔字。这个王老爹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
在前一阵子啊，特别安排了这个王老爹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称之为撞球七代虎。那王老爹就是中间这一位啊，今年96岁啊。那我们讲是虚岁，那我们七位刚好都属虎。我从另外一张照片照顺序来介绍，左边就是王老爹啊，王冠宁王老爹，今年96岁。那第二代虎就是这个我们的前会长庄春成，他同时也是六福客栈的董事长，他是第二代虎，84岁。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科兴国王罗爷，72岁啊，第三代虎。那第四代虎就是我老肥仔熊哥啊，今年60岁。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五代虎，这个女子主委啊，周明德海董，今年48岁。那再来第六代虎就是我们的大野妹周婕妤，今年36岁。那第七代虎就是我们的美少女蔡佩君，今年24岁。这非常难得的一张照片啊，球界撞球界七代虎。